平常时拢甲我提醒，卖啉遐尼多，啊！你今仔煞家己啉遐尼多。静月，你的手指咧？哎呀，老公，大家照顾我呀。咱房间内安尼一直洗来洗去，大家照顾我。静月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你要回答啥呢？你别起酒笑哦。你今仔出门，哪会把手指放落来？你平常时都挂条条，唔慢放落来过呢？什么手指啦？唉，手指敢唔是伫遮？哎，手机嘞？手机哪会无去啊？是不是落去啊？落伫倒位啊？手机落去倒？婚戒是遐尼重要物件，你会用胖去？唔对啊，伊个 size 是甲你足合的呢，啊你若无挑，感觉放过来，伊哪有可能会胖去？这手指是你家己包落来，放在拖地内面的。你无带无钱，你从啥物创啥？你起来，你起来讲。啥事情啊？你看啦，我手只有空嘴，所以会疼，我手指会疼，我唔才把手指包落来。阿健，你手指都已经找到，我知影是安怎，你会当帮我当去困阿无？你卖假啊！拄只帮你切手的时阵，你拢无法听。你老实讲，你去倒位？你若真正甲你的闺蜜朋友出去，那就需要专工把手指拔落来。除非你讲白贼，你根本无去找卢市长。到底是你啉酒醉，我啉酒醉啊？我听唔对无？你讲我无甲露西出去，你怎么是怀疑我？就是因为你的行为甲态度足奇怪，我才会开始有白相。是倒位奇怪啊？好啊，既然你若无相信我，来，杨慧，你家己打电话去问露西，你家己问伊。唔免。啊？你若存心要搞我欺骗？你想要一点讨好，我们嘛是白忙。今麦上吊的是，你是惊好像破掉你的手指？你查甫人是啥？跟你什么关系？是安怎你对伊遐尼要紧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你敢会想过过分？都敢若是无挂手指尔，你著讲我去甲别个查甫人见面？我若没有一天我无说伊挂一卡新的手指伫遮，你是毋是要讲我缓冲昏醉去叫别人啊？你真正是看到王爷的亏欠呢？还无影无伫遮的代志，你讲甲有卡有手，别讲你作憨的哦。我会乌白想。因为你让我气坏伊两届啊，两届拢是你去上烹饪课。头一届伫咧路口看到你的车，第二届你提早好给我装着，我带你后壁行，煞带你去到 motel， 后来
竟然变成歹人。你讲个，未需要我会晓神速赶快，我怎啊是安那？我安尼手臂一下，跳一下，我就当变无去啊！你看，我是毋过徛伫遮，听你咧质疑我，对我碎碎念嘛？我拜托了无？我真足爱困的啊！明明就是你的目睭，唔知是倒位歹去，我竟然被雾落对我头壳顶来。我无痴迷，你的车牌号码我看得清清楚楚。不管你看到什么，无就是无，唔是我。你要安那反面那路嘛拢悠哉哩，不过你袂用甲罪名硬落对我头壳顶啊！静宇，你明知我对感情是无安全感的，你嘛答应过我，你一心一意对待我，在你的眼中绝对无其他十波人，在你心内永远敢那只有我一个人尔。啊，不过最近你煞变了呢，你变到我感觉就不安，你知无啦？我是对你变啦。你敢卖我甲各位讲遐尼明？伫咧卖场，龙天清，阿姑来厝内咧酒窖，我看你单独甲文瑶点仔讲话，两个讲甲袂输，敢若做熟识安尼共款。拄则嘛是，你啉酒醉倒转来，你倒用伊一边，讲什么失恋，阁叫我问伊。我是要问一下，你今物到底是要讲啥？好歹你做一遍，讲清楚啊！讲就讲，我讲你介意罗文瑶，所以才你有奇怪的表现，是不是？你到底是在讲啥？你是不是介意我的小弟龙耀？你是有病哦！你竟然讲这款话来侮辱我！我对你全心全意的付出呢，你竟然讲这款话来指控我！恁查某人无一个讲话会当相信的。也唔过我唔是害查某人，你看好清楚，我是吴静玉。吴静玉敢都未改变，过去永兴集团干了一个太子爷尔，即卖有两个，我了真大条的代志，爸爸原谅我，啊，不过爹爸的心肝内有文雅跟我。你绝对会大细心，你嘛同款。安怎？你嘛看袂起我？你想要死过我大兵啊？你真正是有够莫名其妙呢！就算我真正要甲文瑶见面好啊，敢讲伊唔知我是啥物人无？我目睭是要创啊？目睭死是为了要向伊证明，你想要甲束目单条的决心？咱过去的旧船。今物煞变成束缚，嘛变成你去向一个你爱十个人对的心意，笨蛋！你先停止笑哦！你现在开始紧张啊！因为你有我两包啊，你嘛好急转，所以你讲失恋。你摕露西来做借口，你讲露西失恋，失恋的人。其实是你，对吗？唔对，就是安尼。恁找人同款的，讲一套做一套。今仔日爱我，明仔载人走。我罗家峰，佮感情，敢是遐尼无价值？
我敢真正无法度找到一个对我老实、绝对袂伤害我的人。你干嘛？你创啥？有迄个人，就是我吴金玉。我会当用我的性命。